8月10日，小 S 在微博晒出母女四人一起玩套丝袜游戏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复古的游戏还真是玩不腻，可惜老公头太大，套不进去。”照片中，小 S 和女儿纷纷把丝袜紧紧套在了头上，每个人都面目狰狞，表情夸张，十分搞笑。网友纷纷评论称：“真是亲妈一样丑，没谁了，女明星我只服你。”天哪，这女孩子们上辈子是做了什么，才遇到你这样的妈妈？这么黑自己的女儿真的好吗？她们长大了一定是最想删的照片之一。徐老大，赶紧找你姨妈做监护人，咱要美美的，别这样，刚有的睡意都被你吓醒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自己蹲墙角玩玩就可以了。老公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头大是自己极大的优点。